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蔡振永。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緊廣東沿岸，預料我哋今日繼續都係幾好陽光，日間係炎熱噶。一齊睇下外邊嘅氣温，直至七點幾，各區氣温咧都係介乎喺22至到24度嘅。而從維港望出去咧，雲量唔算係好多嘅啫，天色咧都係相當之唔錯噶。大範圍嘅衛星雲圖上面，我哋可以見到。雖然現時在香港以南有一些雲團，但這些雲團不算是很厚實的，預料我們今天的天色都是會繼續不錯。而今天最新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，日間是炎熱，最高氣溫會上翻去到29度，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東風。而至於之後幾天的天氣展望，我們可以看看電腦預測的雲雨預報。從雲雨預報上面，我哋可以見到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，我哋嘅雲量會係開始增多噶啦。而去到星期日咧，仲有啲藍藍綠綠嘅雨區咧喺香港附近發展嘅。呢啲雨區咧其實係同一個高空擾動相關嘅。所以展望方面，預料聽日同埋星期六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去到下個禮拜初會有驟雨。好啦，今朝早嘅天氣就講到呢度，再見。